你来说说看，我们今天中午的这个菜单，我们今天有什么？在这个刚才经过一个看到很漂亮的海岸边的一间餐厅，对，这间餐厅有非常多人，然后这边我只看得懂这个最近刚学的英文 ，Wallaby，local Wallaby， 小袋鼠，当地的袋鼠，对，30块钱，哎、欸，慢火煮的哎、欸。刚刚我们在路上还看到很多牌子写 We know web and the web， 然后他这里又有在吃。那他这边的餐点呢，除了有 Wallaby， 就是刚才那个小袋鼠之外呢，他还有像是海鲜面啊，然后鱼啊，炸鱼薯条啊，还有鸡肉，还有 lamb 羊肉，然后这边还有牛肉汉堡这样子，然后 starters 就是鸡翅啊、花枝圈啊，然后他这边有卖 oyster， 价钱呢就是比刚才的 farm 还要贵一点这样子。小袋鼠，小白色袋鼠。这很像很厉害耶。对啊，我们等了好久哦。对啊，真的有1个小时有没有？可能有。对啊，好饿哦。我们点了一个鸡肉的，然后跟一个汤，因为这很大一份诶。然后它鸡肉就是有沙拉，然后一个鸡肉上面铺满 cheese 跟薯条，好大份哦。这个汤不错喝，面包好吃。然后它这个鸡排呢，就是炸鸡排。如果说要吃的话，我会去吃豪达拉鸡排或者是派克鸡排。可能因为这个岛没有其他的餐厅可以吃，没有什么太多选择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可以从后边那边带一些东西过来自己吃。不然就要等很久哎，我们等了1个小时。那我们现在吃完午餐之后，我们现在正在前往 Adventure Bay 的路上，然后这里有一个拍照点。哇！哦，好冷哦，太阳好大，可是还是好冷。看一下它这边写什么？这里。这边有机会看到白色的袋鼠，但是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任何的踪影。然后我们旁边这里有一个 Holiday Park， 看起来这个 Holiday Park 住在这里的话，晚上可能会看到一些野生动物的感觉。然后我们旁边左边那边的海很漂亮，这里有一只 Wallaby 啊，这是人家养的吗？这里应该不能养吧，对，我们刚一弯进来就看到这边有一只小小只的，开始寻找袋鼠，寻找是什么？那里有两只挖的笔，是白色的吗？不是，不是啊，去看看，走，在那边，对啊，在吃草，一直在吃草，一直在看我，对，还真的很多嘞。然后我们看到那个 Wallaby。它就是小只的袋鼠，然后 kangaroo 它就是大只的袋鼠。看到白袋鼠了，在哪里？嗯，你看它们两个长得一样大小吧，长得一模一样，白色就是变种的。跳走了，跳走了，那个走那看到野生的瓦勒比耶，超酷的，大概这么小，然后在跳的时候很可爱，然后我们还看到白色的，酷。对，小只的跟大只的看起来感觉就是有差，小只的比较可爱一点。对呀、而且白色的，真的是比较稀有。他们都是出现在好像人家的庭院这样子。但其实他们那个庭院都是有做围栏的。对。对，自己家里就是一个围栏，然后跟一个户外区一个围墙这样子。对。然后感觉他们就是跟当地的居民好好的生活在这里，这样，然后很可爱。对，好，走，那我们去今天最后一个景点。好，走，这里有一只白袋鼠，然后后面还有一只灰色的，
看不清楚的，看不清楚，长跟树一样的袋鼠。哈哈，有味。在我们回去的路上，我们又看到了一只白袋鼠。这只比较明显，因为它正面面对我们，就看到它两只手在这里。为什么他们好像有人类在的时候，他们就很好奇的站起来看的感觉？对啊，他们就是警戒。那我们在 Burning Island 的最后一个景点，也是个大家来到这边一个必来的景点，就是这个 The Nick。它这边呢就是有个停车场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边的海，然后呢你就可以走上去，会看到很厉害的风景。对，这也不能分享太多，今天还可以绕过去南圈哎。哇，可以走到海边。哦，这边是大风啊，那边是平静的海面。这边很厉害的一个点就是那边大浪，这边平静。特别，再上去看一下。你看，我们现在爬到上面来，哇，这个看这个背景就知道了，很酷，超酷的，一边海浪大成这样子，一边水面平静成这样子。我以为这是湖诶，不是湖，这是海。那边是那边靠近里面的海。好神奇的景色。在 Hobart 这个城市的最后一个晚上，然后明天我们就要出发去下一个小镇。我们今天就来这边看看有没有极光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叫做 Rosny Hill Lookout 的地方，它在距离市区开车大概十分钟，很近的一个路程。然后它就是一个小山丘，已经过了这个大桥，所以呢就可以从大桥另外一端呢看到这整个市区的夜景。那如果说碰到极光指数刚好有的话，还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极光，然后前面就是城市的夜景。早安，我们今天早上要准备来去 Hobart 这里的假日市集，然后今天是礼拜六，礼拜六限定的假日市集，大家推荐来到 Hobart， 你一定要留一个礼拜六的早上来逛这边。今天是我们在 Hobart 的最后一天，那我们在这边逛完市集一下之后，我们就会往北开了。然后它这个市集啊，它就是在港口的旁边，它这一区就是有一些餐厅啊、旧仓库啊这种的改建的餐厅。像我们前几天来逛的农产品市场，就是在这一区。好，我们先去逛那边。好，我们这边逛。你知道这是什么？水果。水果。这是他们这边做的果干。哦，好酷哦！一个六块，三个十五块。你看，果干呢 ？100%。真有趣。你看，它这边很多种口味耶 ，raspberry、frozen apple。然后我们买了一片这个这么薄，这个是 raspberry 跟 apple 的口味的，来吃吃看。好，吃一口看。嗯，好薄哦，像纸一样子。吃起来有一点熟悉的味道，有吃过这种感觉。嗯，可是怎么说呢？它又不像果干那么有咬劲，它就是好像糖果然后在嘴里融化，它是没有让你要咬的感觉，它是算硬的，像扁扁的一张，它是让你含着。我只觉得这个开车来吃的话应该蛮提神的。
这个市集啊，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是没有时间去周边的那些农场卖起司、卖蜂蜜、卖酒的农场的话，很可以来这里逛。对，这也就是那些农场就都有在这边。对，还有每次早餐的话，可以来这边吃面包、咖啡一点。对。然后还有一些像是自己家农场做的一些商品啊，像护肤品啊，然后或者是一些饰品、耳环、项链什么的都有。对，香皂啊，对，或者是衣服啊，可以来逛逛走走，蛮有趣，可以看很多有趣的东西。哎，有这个Burning Island 的。这每一家各家都努力的过来这一摆摊的样子。我们现在逛完这个市集了，然后我们刚刚想说我们可能不会买东西，然后结果我们逛了一轮之后，试喝试吃了几个东西之后，我们就买了两瓶酒 ，Tasmania 的酒，红酒跟冰酒，对。真的是好好喝啊！每个人一听到 Tasmania 就是说来喝酒，对，而且是周边啊，卖好多好吃的东西的样子。这个 Rose 小镇，它这里最有名的就是这个魔女宅急便的咖啡店。它这里写说它是世界上最有名的香草蛋糕。他说世界上的呀？它是吗？哦 ，World's Greatest， 真的。走进去看。走。它有画魔女宅急便。可爱哦。那我们点了一个他们这里很知名的 Vanilla Pie， 然后还有这个 Scallop Pie 干贝派，它这个饼皮很酥，它刚吃一口还有一个鱼腥味，就是干贝派味道蛮特别的，可是它就是有一个干贝的腥味。它这确实是有个味道，就如果说比较怕那种鱼腥味的话，可能就不要点这个。对，就不要点干贝这个。它里面还是有其实像是鸡肉派、牛肉派这样子。对，因为它这饼皮是烤得很酥啊。Meu coração quer cantar feliz, sorrir, dançar e viver essa vida de aprendiz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在 Tasmania 的第二大城市，然后我们今天住的是这间 Park Inn。我跟你说，这间也是青年旅馆哦。对，可是，对，我们进去看看。你等一下可能会有一点 surprise。这间看起来很干净。干嘛笑？哇，这是胶囊旅馆。都是胶囊站。一个双人床，来用这个 B。 哦，好小哦。我们是不是拿太多东西出来？对，难怪他前面那有耳塞，然后还有棍。嘿，它里面很多电器耶，很厉害耶！没有很多充电的啊。哎，什么？哦，还有这边还有空调、灯光哦。哦。哦。你有没有觉得到太空舱的感觉？你看，你门关起来可以 lock door， 哎。check in 完后呢，我们来这个市区走走，然后哎，发现这个市区真的是特别比较早关门一点。今天礼拜六四点，对，三点还是四点就关门？四点关门，
礼拜六十点开门，四点关门；礼拜天十一点开门，三点关门。都没有东西逛喽。嗯，这里工作的好幸福。对啊。我们那时候听我现在找我同学，然后他们好像准四点，就太阳还这么亮的时候，就已经在那边打扫，准备要关门。哦，对啊。然后就还可以有很多时间去做自己的事情。嗯，很多天亮的时间。对，只剩下超市可以。连 Souvenir 也都没开。对，我们在澳洲的好伙伴就是靠这一间。那如果像是大家要来纽西兰或澳洲这边久一点的话，像是一些超市的 member 都可以加入。嗯，我也觉得，因为它就是有很多家店，嗯，就可以用那个 reward， 然后又有比较便宜。我真的逛到我都自己都想加入，在这边很喜欢买这个菜，又便宜耶，2.5块。嗯，然后这边的草莓都不行。最近在澳洲吃这个奇异果也是很便宜又很好吃，对，反而在纽西兰就还好。对，因为我朋友说甜度好的，高甜度的会送到国外，澳洲就是国外。然后我们昨天有买这个绿咖喱，这个饭很硬哦，这个还是不要买好了。可以，你看它像这个就有 member price， 就比较便宜。然后在澳洲这边啊，有一个品牌叫做 Skin。因为它这边的气候就是比较干燥，所以用它这边的品牌比较好。然后我有试用过这个保湿喷雾，我觉得蛮好用的。然后它还有一些像是乳液啊、洗面乳这种的，应该也都是蛮适合这里的气候使用。因为我一开始来的时候啊，就是用我从台湾带来的就没有那么保湿，那我后来就买了他们这边的品牌。然后洗面乳也是，洗面乳我就是买别家的。然后防晒也是，因为在台湾用的都是比较干一点的，然后来这里就是太干了，所以就会觉得脸好干。然后后来我就买了这边的防晒，我也觉得蛮好用的。那阿丹也有用。然后防晒呢，我是买这个的，因为南半球这边的太阳真的是非常的可怕，臭氧层破洞。对。然后我就买了它这个，我觉得蛮好用的。然后它有几种，蛮多种的，身体跟脸都可以擦。对，连我都开始擦，我的手这样子。而且它有分，我的手晒成这样子，而且上下两层。而且它这个有大罐小罐，然后我就先买一罐小罐来试用看看，觉得不错，可以买。你看这里卖这个木瓜霜啊，6块，很多人已经认为说这个很便宜哦。对。但我们在维多利亚女王市场买的是大支的，大支的6块。对。然后我们去像其他的大超市，它是大条的，1条8块吧，这个也要写。因为大条的它是8.6。我们在超市买这些食物回来吃。这是我们今天的晚餐，看起来也是有一点样子，很丰盛。嗯，半只鸡跟这个千层面。对，我们这样子14块。它这个超市的烤鸡啊，就是跟 Costco 吃起来是不一样。嗯，好吃。这半鸡很划算，这才6.5块。我觉得它烤鸡不输 Nando's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。我觉得蛮好吃。嗯，因为鸡胸肉也不会太柴，皮也是脆脆的。嗯。